爱的抱抱，两人尴尬全写在脸上。赖清德为八位北市立委参选人站台，何志伟、王世坚初选后首次同框。不过就在几分钟前，王世坚还信誓旦旦这样说：“到市场，我一定是请何志伟来帮忙，那他也一定会接受，他一定会帮忙的，这是没问题。”话讲得很笃定，不过就这么刚好，何志伟人就站在旁边，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你现在邀请他，抱歉，帮忙站台吗？何志伟硬是把板子卡在两人中间，王世坚想抱抱不成，只能握手。而就在气氛僵到不能再僵的时候，高嘉瑜也来凑一脚。来，世坚大哥，何志伟，我们三个要一起加油，肩尾一起，同心齐力。断金，啊！你们喊一下啊，喊一下啊！动算喊不出口，简伟瑜在合体，画面尴尬到不行，连王世坚对手游淑慧都为何志伟叫屈。觉得志伟的表情真的是傻傻无奈啊，人都无想要贴在你的边啊，啊，你硬要来硬上有什么意义呢？哈。不只是林大同现烟消味，港湖区立委选战同样吵得热烈。台湾激进党吴清代不甩高嘉瑜，称愿礼让6%民调整合，更抢在同一天登记参选。本土派选民完全不信任高嘉瑜，他的仇恨值非常的高，坚持要分裂泛绿在港湖参选来保送国民党，到底居心何在？真的是让本土派蒙羞。两人隔空对呛，很是火爆。不过对手国民党李彦秀完全没放在眼里。我并不在乎绿营内部的纷争，我相信港湖的民众真正在乎的是现在的南港内湖需要什么样的立法委员。民进党喊着要团结到底，泛绿抢出现，陷入分票危机。党内的尖尾鱼在合体，表情早已说明一切。记者林俊峰、张书涵台北报道。